大家好，我是吕家辉。那今天呢，来到非常好歌的记者会呢，我觉得非常开心跟感动，因为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呢，终于有这个平台，让一些躲在家里的创作人啊，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作品呢分享出来。我有觉得说，马来西亚呢，其实收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创作人。那之后呢，之前呢，我在写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参加一些工作坊啊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把音乐呢拿去参加比赛。可是后来经过一阵子之后呢，很多创作人就开始麦克去海外以后就很少跟大家交流跟分享。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平台呢，可以让我们促进交流以外，也把马来西亚的创作发扬光大到全海外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跟感动的事情。非常好歌需要你。